的眼睛像星星亮晶晶。今天带大家看一看中国公司在非洲卢旺达建成的精品酒店式公寓。哎呦，谢谢。Oh my god, you girls are so pretty. Oh, that Chinese girl is so pretty. Thank you. 终于见到活人了。哎呦，看这三个小姐妹。王总来带你看我们房间。很多人不知道卢旺达是非洲的国际会议中心，像这样的高端公寓特别受外国旅客的喜欢，加上有国际化的物业管理团队，中国投资正在重塑非洲房地产市场。哇，这从国内引进的智能冰箱啊，可不只有智能冰箱呢，还有智能门锁、智能电视、智能马桶。哎，我小助理呢？王总啊，你们今天第一天搬进来，他们要准备准备。车前注意事项。你的眼睛像星星亮晶晶，一眼就坠入陷阱，别担心，好幸运，也许是命中注定。这才是家的感觉。对你目不转睛。